啊，各位好朋友们，大家现在好，我是何克显，来自成都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在在一鸣之声。然后呢，我的名字叫何克显，何是单人旁，一个可的何，说明我这个人还可以。克是坦克的克，显是显微镜的显。因为我觉得一个男生应该拥有坦克那样的阳刚与霸气，同时也应该拥有显微镜那样的体贴与细心。我的名字好棒哦 ，Yes。一鸣之声给我带来了一种氛围，那种氛围就是积极向上、相互鼓励的氛围。因为一鸣之声最多的东西就是爱与鼓励，并且我们的标志是掌声。大家呈现的这样子很疯狂啊！但是我想告诉你各位，疯狂是我年轻人一个有的特色，大家是不是？因为少年不疯。我们以学习英语和公众演说为基本的两个技能，同时在学习这些技能之后，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相互鼓励、综合发展的一个平台。为了营造这样一个积极学习英语的环境，各位一定要 mind in the group， 一定要在团队中去学习，这样不仅给你信心，更让你坚持下去。我们说成功的有一个秘诀叫做坚持，非常好。I can speak perfect English. I can speak perfect English. I can because I think I can. I can because I think I can. But here, right now, action. But here, right now, action. 曾经我总结过一句话，就是我和科显的价值是什么？我和科显的价值就是使我周围的人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价值。因为在一鸣之声管理这么多人当中，一鸣之声除了我一个，我们领导层管理层一共有20多位战友，并且我们的各个机构部门设置的非常完善，然后就能够整体就能够形成集体的战斗力而给运行起来。当我们做一系列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格局、我们的思维就不仅仅限于我们的学校、我们小小的社团了。我们一鸣之声有更大的梦想，这是我们一鸣之声的梦想本。现在这个梦想本就贴在我住的房子里面，我每天早上看到它，我也想，这就是我的未来，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在明年，我们应该会成立自己的公司，名字就叫一鸣之声。那一鸣之声呢，这个公司先从教育培训起步，以后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因为到时候有了资金、有了人脉、有了管理经验之后，扩展就非常快了。最终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上市公司一鸣集团。大家到什么报？我们这个伟大之梦朝我的理想掌声鼓响好吗？你们愿意来吗？愿意。好，各位，那么一鸣之声呢，永远只需要那种最积极、最勇敢、最愿意抓住机会的人。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只需要现场50个人加入我们一起学习成长。所以啊，过了今天晚上，我不会再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现在要报名的同学的话，是马上到工作人员处报名。所付出的一切，今天看到效果了，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帮助更多的人。当一个团队他做的不断的进步，使团队里面的成员能够学得真正的知识的时候，然后后面的人他就愿意花更多的钱遵守我们的规定。从刚开始活动经费30块钱，最终可能会收60块钱，但是有人愿意，因为他觉得那样值得，
然后我也就很欣慰，然后给我钱我就收下了。第一名的组可以送两本逻辑思想的书，然后第二可以获得一次团队请到绿野仙踪，然后一次喝一次奶茶，然后第三，那再发个什么奖状，移民证张过上。还有一点，我当时有一次晚上12点多，我想了个办法。怎么说？我们卖书我们怎么卖？第一，我们卖书和慈善结合起来，而且我们真正要慈善。第二，不是一个一个卖，一次至少买6本，否则不卖。就学到那个什么的啊。任何都是事实胜于谣言，别人觉得我们移民之声招那么多人收那么多费，然后7000、8000，那个的确是，但是我们每一笔钱都是用在了我们的成员身上，因为我们每一届招新之后就会移民的领导层就会罗列出一年的发展规划，然后就会把这一年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然后做的什么事情给罗列出来，大概每一年的每一个月都有一次比较大型的有意义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就要用钱啊，对不对？而现在物价也涨这么快。我亲爱的战友们，起立！起立！大家好！好！非常好！非常好！你们准备好了吗？十分准备好。我们的团队是黎明之声。我们的口号是要求和平，就靠黎明之声。我们的使命是大家就是按照这种方式，然后整个家庭坐在一起，谁坚持时间距，这个家庭加上30分。然后的话，坚持的第二组的家庭就是第二名，加上20分。第三名家庭加上10分。最后一名家庭加上天赋乘法，俯卧撑50个。哇！我们就想怎样子是我们收到的活动经费用到刀刃上，怎样使我们的成员他们获得更多的东西，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怎样去成长，那个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专业课一般我会去听，然后我现在可能以后不会走专业的道路，除了练习会计方面的一些基本技能之外，我更多的倾向于团队管理和领导力，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发现领导力就是生产力。一起来进行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我感到荣幸，我向大家鞠躬了，谢谢你们，谢谢。好，各位全体起立。我们口号是上下5000年，人口10几亿，移民来相聚，相聚在此生，四方四方四方。有的人他学校学习一学期，然后能够达到他所想要的一个分数，而有的人呢，他学习效率比较高啊，像我这种，我会向老师真诚的表白，是表达我的思想，我把我可能这段时间所做所思所想，然后他一起分享，然后请教他一些问题，就是当我把这些问题和老师分享之后，
老师他会理解我的行为，因为大学里面的老师他也希望他的班上能够出类拔萃的人，而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一个样，这是我的想法。各个方面来说，包括参加活动、距离上、学习上、参加活动方面，还有就是生活上，还有移民人不能挂科。我挂了，就告诉他们了。嗯，又说不能挂科。我们是个学习型的团队，学习型的团队都挂科了，学个屁呀！好，这个要注意。嗯。而且我们还让他们千万不要放弃在其他社团的发展。我们移民之中的人，就是在这里边学习，那么这些学习的东西在其他社团直接用。一个移民之声带活整个成都大学的社团。呀，我喜欢。听懂了的 ，OK。然后我心里面很容易听不懂，是吧？听得懂，知道，但是针对我们工作也说，他就没提高多少。科贤，以后像这些你可以直接跟他讲，我结束了马上跟他讲，没关系的。我觉得我的人生，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可能有的人会笑，或说我怎么怎么地，但是这几个字我记得。被谁书写了？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书写了。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一个人就是毛主席，我要成为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伟大人物。然后最低奋斗目标，成为市长。他就是属于一心要做一民之声，甚至有的时候课都不去上了。嗯，但这孩子很执着。我自我总结，我志存高远，我会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断的去奋斗去拼搏，而且是实在付出行动的，并且我敢于坚持，无论别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敢于坚持我的方向，但是我方向必须是正确的。遇到事情的时候看淡一点，理智一点，然后就处理好了。今天我坚信，今天我坚信，这段特殊的旅程，这段特殊的旅程将彻底改变我的一生，将彻底改变我的一生。今天我坚信，今天我坚信，我所有的付出，我所有的付出，终将得到丰厚的回报，终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今天我坚信，今天我坚信，英语一定会成为。英语的梦想，一定会美梦成真。